BTS 和 TWICE 两个组合是被认为过去十年里面各自专辑销量最高的男女 K-pop 艺人。根据剧版 Gaon Chart 1月10日收集了2011年1月至2021年11月的专辑数据结果显示，单看专辑销量的话， BTS 的销量最高，而 TWICE 排名第五名总销量的。但在女艺人方面，专辑销量最高的就是 TWICE 了，他们的唱片销量为729万9094张，让我们恭喜 TWICE。